下一位请彭慧小姐。主席，我是狮子山学会有个同事，她婆婆跌亲，盘骨碎了。虽然婆婆情况已经稳定，不过出了院都要人照顾。咁呢位同事嘅妈咪就諗住搵多个工人帮手。妈咪同同事落到介绍所，咁啱真係搵到个合心水，有照顾老人家经验，兼啱啱因为前雇主生意失败冇钱，所以炒咗嘅菲律宾工人。妈咪同同事都好开心。不过工人姐姐更开心，当知道有人想请佢嗰阵，佢头向天，用手画咗个十字，眼泪亦开始流。同事见佢咁，问佢点解。原来个工人屋企有人病咗，要借钱去医，所以就嚟香港打工还债。点知请佢嘅雇主生意失败，冇工做，好驚。而佢只可以留喺香港两个礼拜搵新工，依家搵到，所以好开心。但就算搵到新工，老板同工人两边又准备好文件，都要等政府四至六个礼拜先至开工出粮。咁大家知唔知个后果系咩呀？就是个工人同我个同事讲，如果有份新工，就算被人虐待，好似奴待咁，都唔敢出声，惊住冇咗份工，又要再搵新工，同埋再等四至六个礼拜。各位，我哋狮子山学会唔知呢四至六个礼拜嘅处理时间系几时开始。不过我哋已经生活喺21世纪，点解仲要咁慢？令工人有机会受到奴隶嘅虐待，都唔敢出声。主席，我哋应该即刻消灭任何会令人变奴隶都唔敢出声嘅政策。多谢主席。